每当我回转，
间来祷告。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非常的繁忙，我们的心里面所想的已经远远 超过我们所能接载的。我们现在把我们心中所有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让我们掏空我们自己，让神的恩典、神的爱满满的降临在我们心中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如果有任何阻碍，有任何放不下的，我们放在神的脚前，让神赐给我们安息，让我们在主里面，在主的怀里面，让我们享受在神的爱中那种自由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让我们掏空我们自己，让我们不要再想到自己，让我们单单的仰望十字架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让我们再次归向我们的主耶稣。哦，主啊，你宝血来洗净我们，主啊，再次来更新我们每个人。哦，哈利路亚，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敬拜者。主啊，主啊，求你来触，求你来触摸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让我们再一次得到更新。哦，主啊，求你来再次更新我们，主啊，求你来更新我们，我要。跪下你，主啊，求你来高牧，主啊，求你来带领我们，主啊，哈利路亚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让我们的心再次回转归向你。主啊，让我们跟这个世界说再见，让我们紧紧地握住十字架。主啊，此时可愿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，打开我们灵里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到神你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我们向你，我们希望你的国度降临在这里，愿圣灵赐给我们自由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不再受罪的捆绑。主啊，因为你在十字架上已经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，我们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你，继续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们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，跟旁边的人说，主啊，跟旁边的人说，你自由了，阿们。哈利路亚。我的神，我的王，我要称颂你的名，我要永远天天称颂你，我要天天歌颂，我要天天赞美你们伟大当受的赞美。我的神，我的王，我要称颂你的名，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，
要永远赞美你们伟大当中。再来是我的神，我的王，我的神，我的王，我要尊重你的名，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，我要永远赞颂，我要永远赞美你们伟大当中的赞美。我的神，我的王，我要称颂你的名，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，我要天天歌颂，我要永远赞美你们伟大当受大赞美。阿门。世世代代都要称颂你，要传扬你大能作为，述说你伟业和尊贵，要永远称颂你名，世世代代都要称颂你，要传扬你大能作为，述说你伟业和尊贵，要永远称颂你名。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我的王，我要称颂你的名，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，我要天天歌颂，我要永远赞美你们伟大当受大赞美。我的神，我的王，我要尊重你的名，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，我要天天歌颂，我要永远赞美你们伟大当受大赞美。阿门。有的世代代都要歌颂你，要传扬你大能作为，说你伟业和尊贵，要永远传颂你名。阿门。世世代代都要称颂你，要传扬你大能作为，述说你伟业和尊贵，要永远称颂你。再来是我的神，我的神，我的王，我要尊重你，我要永永远远。我要天天歌颂，我要永远赞美你们伟大当受大赞美。我的神，我的王，我要称颂你的名，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，我要天天歌颂，我要永远赞美你们伟大当受大赞美。阿们。世世代代都要称颂你，要传扬你大能作为，述说你伟业和尊贵，要永远称颂你名。世世代代，世世代代都要称颂你，要传扬你大能作为，述说你伟业和尊贵，要永远称颂你。世世代代。世世代代都要称颂你，要传扬你大能作为，述说你伟业和尊贵，要永远称颂你名。世世代代都要称颂你，要传扬你大能作为，述说你伟业和尊贵，要永远。要永远称颂你，要永远称颂你的名，要永远称颂你的名，让我们世世代代都称颂你的名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法老兵啊，法老战士，耶和华将他们阻止。法老战败，沉在火海，耶和华将他们淹没。耶和华显大能，施展能力显荣耀，他要拯救你和我的生命。我救主，
阿门。法老兵马，法老战士，耶和华将他们阻止，亚老战败，正在红海，耶和华将我就哈利路亚，他的慈爱永远不会改变，他的威严直到永远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再次给主一个掌声。哈利路亚，你的慈爱永远不会改变。是的，主，您对我们的爱，昨天、今天永远不会改变。阿门。哈利路亚，跟旁边的人说，这位神就是你的神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成为我们的阿爸父。哈利路亚，遵循你旨意，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做路上的光，成为我脚前的灯。哦，主，求你坚固我信心，我的力量是我得以勇敢向前行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，求你带领我，使我不会再退缩。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，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，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。哦，主，求你保守我的心，我的意念，使我能够遵循你旨意。我愿将
将你话语珍藏在我心，这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。哦主，求你坚固我信心，我的力量是我的勇敢向前行，连我直到有时我仍会求你带领我，求你带领我，使我不会再回缩。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，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，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。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，我需要有你在我这里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，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，使我成为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。我拒绝，我需要有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，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，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。我们举起手来，我需要有你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，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，使我能成为他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使我的生命彰显你荣耀。是我需要有你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，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子，我的生命能成为我喜悦的儿女，我的生命能够彰显。我们一起来求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主啊，求你来到我的生命当中来带领我，主啊，让我成为一座喜悦的女儿。哦，主啊，求你的生命彰显在我的生命当中，主啊，求你来带领我，带领我，带领我，高牧我，哈利路亚。彰显你荣耀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，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，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，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，你本伟大，你心存大的神迹，无人能与你相比，无人能与你相比，你
能与你相比，无人能与你相比。你本伟大，你本伟大，无人能与你相比。主啊，你本伟大，你行伟大的神迹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你永远长存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成为了我们的阿爸父，今天召聚你的儿女在这里，我们有这个资格，有这个恩典，可以举起手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是你何等大的恩典，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。说求你纪念我们在这里的所有的弟兄姐妹，还有在线上一同敬拜的。主啊，求你愿你的灵充充满满降临在他们身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此时刻让我们的心完全的属于你。我们要恳求主怜悯纪念万国的教会，日本的教会，在世界各个角落举手称谢你的主，你的孩子们，主啊，愿你的国降在他们身上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今天是得赎的日子，主啊，愿你的恩典从你的宝座降下来，让我们领受从你而来的爱和恩典。愿所有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，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。